的老板吗？嗯。我要买水果，可以吗？嗯。啊，你们有卖苹果吗？有。苹果，苹果两颗卖我好不好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啊，要送我吗？嗯。不用钱哦。嗯。哦，谢谢。那我走了。嗯。再见。哦，那既然都不用钱的话，那我再多买一些好了。好。反正不用钱嘛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我还要五串香蕉，七颗木瓜。一串葡萄，帮我装一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要回去了吗？嗯。要回去。没有，帮我装一起啊！我还要五串香蕉。啊，干脆来了来了，我帮你装啊。我帮你装，都给我好了啦，来啦，我帮你装啦，都给我啦，都给我啦，都给我啦，好不好啦？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你也不用卖得那么辛苦啦，都给我啦。老板，你这种卖法可能会赔很惨哦。来来来来来，好吃的水果，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想吃的赶快过来买哦！来来来来来，好啊，你要买吗？对，你要买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来来买来来来，有西瓜、水果、香蕉，还有水蜜桃。要买什么？钱有带够吗？有啊。带多少钱？带很多。啊，是多少啊？很多是多少？有100块一杯。哦，100块哦。100块嘿，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这边的水果，香蕉1斤50，葡萄1斤80，西瓜1颗100，啊，200块可以买一颗西瓜，那2颗西瓜，你要哪一种？我2颗西瓜。你要买2颗西瓜哦，来来来来来。现在西瓜正好吃啊，来来来，我帮你装一起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再见。哎，什么再见？你钱呢？钱还没给我。再见。哦，谢谢哦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来来来来，我这边有好吃的水果，有没有谁要买的？我还要买。你还要买啊？今天便宜卖啦，免得你跑那么多趟，全部卖你啦，好不好？我全部帮你装一装，全部卖你，好不好？算你便宜一点，好不好？全部哦，无论是樱桃啦、西瓜啦、梨子啦，全部卖你，总共算你1000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有1000块吗？有，先拿出来我看一下，有吗？你是在拿钱还是在抓羊？哈，我在拿钱。哦，来，来来来，今天买到赚到哦，哈、哦，全部都卖你了，来，1000块来，来，谢谢哦。谢谢，再见，耶、yeah, ！我收工了，谢谢你，再见啊！来来来来，后面要买水果的，后面要买水果的已经没得买了，我的水果已经全部都被丁佑荣买光了，谢谢哦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后面要买水果的，已经买不到了。
我的水果已经都被丁佑荣买光了。再见，欢迎下次再来哦。来来来来来，后面要买水果的，买不到了，我的水果都被丁佑荣买光了。可以好奇的问一下吗？可以。你这些，你买这么多水果是要给谁吃呢？舅舅外婆，爸爸妈妈外公吃的。